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说：“因他另有一个灵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要把他引进他所去过的那地。”阿们。我们过社会生活，也需要像加勒与耶稣雅一样，有一个专一跟从主的灵。鼓励在座还没有加入我们社青的圣徒们，能够与我们一同有活这。喜乐的召会生活。那最后我们再来享受一遍古崇本诗歌第463首的第二节。